几个人都会跳舞，我不会跳舞，我不会唱歌。啊，那你会什么？我什么都不会。如果我真的不会有孩子，你会怎么样？我会觉得非常的遗憾。对，我会心里不痛快。你别搭话了吗？我山竹都硬了，吃不了啊。都坏了。那吃香瓜吧，那吃香瓜吧。妈，你也别吃香瓜，香瓜除了糖没啥好处。没事儿，香瓜因为它特别甜。妈，不准吃。我刚说要减几斤，从明天开始。不可以吃，不让你吃。没问题。也不，那我已经放那里了，要不吃就坏了。妈，不准吃。我们还得先减肥。太好吃了，管他胖不胖的呢，吃完再说。你要不尝，你真亏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回去跟你媳妇说你没吃。是是。一二三。太老派了啦。是吗？我就是老派艺人。有时候我跟你讲什么，你都说我不想听，我很难过。我以前是在客厅生的。对啊。那怎么会在客厅？儿子的心意你试试吗？对。好看。这怎么着？就我一片心意呢。不是，这怎么穿？我们去转转，你带宝宝家玩啊。有生以来第一次。哎呦，这说话说你这。你不担心你儿子？爸爸在吗？快拍快拍。你这也太可爱了吧。来，一二三。宝宝一直哭个不停，跟我以前碰到的不是一样。哎呦，你赶紧回来吧。哎，怎么？你没打他吧？不是摔跤了吧？回来了。你现在，你点那个圈。打不着人呗。就这个，怎么玩的？多余的感觉。带我们出去玩吧，我也找地方。哇，这柳絮，全是柳絮。嗯，你远点了，妈妈。啊！摔倒了。我的天哪！吃饱饭送我回去。我自责。